刚好又有村庄，炊烟袅袅香。刚好月色苍苍，琴箫细细唱。刚好你的脸上有温柔荡漾。刚好人海茫茫，我们正相望。勇敢飞耶耶耶，飞耶耶。等到夏天来了，再回到老地方。好，那我们继续 B 三。嗯，好，先往后来。不能一直唱，一直唱，后面受不了。我们飞耶耶耶，飞耶耶，疾拂过山岗，满目花草香。不了，这话不对。好，满目的 key。对对对，疾拂过山岗，满目花。不是满目。不是。疾拂过山岗，满目花草香。满字儿，对对。但是你满字儿一出来那个音儿之后，后面的状态都很放松，那感觉都挺好。嗯，对，到那儿一紧张一唱错了，就没有什么担心的了，就过去了。疾拂过山岗，满目花草香。还行行行，我就下一遍可能就能唱对了，我再喝口。我们飞耶耶耶，飞耶耶，疾拂过山岗，满目花草香。老师，我们一会儿整蛊他，就等他录完以后，然后说有一些那个忘了名高八跟低八都忘了。哦，再重录一次，对。路漫漫，岁月长，别后莫。想往可以哦，刚才那个都没存上啊。你是故意的呀，老师。你又背起行囊，我也去远方。路漫漫，岁月长，别后莫相忘。你那个忘的那个忘的鼻音啊，太好了。谬掉，给他们都谬掉，不想听你们说话。忘了鼻音特别好，真的是。OK， 结束。好，谢谢。辛苦了，辛苦。哎，等一下。干嘛？那个得垫一个高八度的。月月说的。不是怎么我？你们外边人事都坐满了吗？对啊，月月来了吗？这不他写的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不信。你不信啥？快点，你现在在里面，不然你一会儿出来得再进去。得垫一个高的，最后就最后一句。真的假的？老师是这样的吗？老师都不说话，那就是假的。对啊，我呸！好，辛苦。哎，你唱的真不错，我觉得这歌特别难唱，小月月。是不好唱。不好唱，这调不好找。上不来下不去，还行啊。不容易，这唱的非常好了，已经。儿子还可以啊。哎，苏梦姐 ，Hello， 你好。哎，那个我唱歌巨没事，没事，巨差啊，不是一般的差。OK， 好，你到里边啊。我真的很差啊。可以的，没问题。好，我们来试一下啊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刚好悠悠村庄，炊烟袅袅响。刚好月色苍苍。好，我真的唱歌唱太烂了。没有，就是有一点小节奏问题。哒哒哒哒哒，炊烟袅袅响，炊烟袅袅响，炊烟袅袅响，炊烟
炊烟袅袅香，还是不行是吧？好多了，好多了。炊烟袅袅香，炊烟袅袅香。篝火月色苍苍，清宵细细长。好，结束了，宋丹姐，辛苦了 ，OK 的。对不起啊，老师，实在对不起，丢死人了，哦，不敢唱的，丢死人了，你不知道。可以可以。您的宽容让我无地自容。没有没有。没有没有您的宽容让我无地自容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特别好。王姐唱的很好。嗯。辛苦你们了啊。没事没事，应该的应该的。应该的。啊，太可怕了，唱歌太可怕了。哇，这个你们连夜粘的吗？对，可以那个含蓄一点，含着唱一点啊。要高八度对吧？对，你先试试啊。来吧。试试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高后悠悠村庄，炊烟袅袅香。高后月色苍苍，琴箫细细唱。好，这段歌词你写的，我记得应该是，对，这个对，前面就好像是安早晨安静的感觉，这边就是夜晚的，也是很安静的感觉，这个，我主要是唱不上去，我写的时候我也没有料到我要唱，这歌词可以对，很好，然后你可以再把这个意境再多一点点，假声说着就可以，跟第一句一样啊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。高后悠悠村庄，追，我有办法同时保证我的 key 和我的意境。可以的，可以的啊。好，那就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高后悠悠村庄，炊烟袅袅香。高后月色苍苍。琴箫细细唱，好，特别好，这个就这一遍 ，OK 的 ，OK 结束了，好，谢谢，完事儿，干完一个活，举一个，哎呦，妈呀，妈呀，哎呀妈，哎呀妈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这可咋整？这能这得这用赔不？不用吧？这咋整啊？掉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放。弟弟，我可不会唱歌啊，人老了，没事，没事，嗓子是那个老化的。刚好天气晴朗，桃花又开放。哎呦，这嗓子，再听一遍。好，再听一遍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刚好天气晴朗。桃花又开放，啊，重来。没有，第二句特别好，问题在第一句。啊？前面两句的节奏我再跟您说一下。啊。就是，哇，好难啊。刚好，你会在刚好这个地方加一个附点。啊，不要那个。对，我们不要这个。刚好天，刚好天。刚好天气晴，对，但您这个天气再连一下，对对对对，大大大大大，刚好天气晴朗。好，我们试一下，我的大哥呀，来，1、2、3、4。刚好天气晴朗，桃花又开放，刚好安静的窗。特别好，我去那边听一听。太难听了，特别好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可以了。好了，我们结束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快把我的这个搁在别人的声音里。特别棒，特别棒，特别棒。好嘞，谢谢弟弟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呦我的妈，唱我一身汗，太难唱了。哇，好美啊，这个天儿，我的天哪！但是月月的这首歌非常温暖。就是特别暖心的那种感觉。